我觉得对战成绩也不算高，打击率也不算高。对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跑过去已经到墙边了，啊，这个球最后是被郑大红给接杀了吗？接杀了，球在他手套里面。哎呀，接杀！我差一点张镇伟会形成他职棒生涯第一支全垒打，但是被郑大红就在这个墙边给没收掉了。三局的下半，象队没有得分。